你也看到了。回来啦，我来接你。什么事？那场？对。你在什么啊？在那里。那边。在哪里？那边。在这里。这样就看到了。有，那我们一定太常那个说他们很乖什么之类，才会变这样。那么他那个胃口好啊，我在干嘛？然后当天晚上就会很难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